我妈已经去城隍庙挑日子了，少了一根手指头，倒想通了要结婚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要是我不来找你，你就不同我讲了是吧？我这不是同你讲了吗？你还有多少事情在瞒着我？说。好像还真没有。日子定了，要提前告诉我，我好抽时间到药店去一趟，提前跟嫂子请安。去药店还要抽空，你很忙。忙啊，贤乐斯去过了，老廖死是活该，这后面的事情你不想知道？你好好查吧，这案子是有些蹊跷。一想到重新开始查案子，就浑身充满了力气。查完你就能复职了。待会儿下午你帮我去跟金哥说一声吧，就说现场我撤掉了，反正菜场离玉阳弄也近。自己去。我撤掉了现场，再跑回去跟他说不方便。好吧，那我替你去讲一声。那我走了。走吧。你慢走。嫂子，长青哥呢？怎么一天都没看见人呀？有事儿？是不是进货去了？以前你们是不是都一起进货的？下次进货你们一起去吧，反正店里我一个人也应付得来。天丹，以后这件事儿你就不要再管了。嫂子，那天我就是把心里想的同你们讲了。如果你们觉得……哎，铁心虎来了，拿药来了。嫂子，方子那儿有哈？我不知道，在田丹那儿。我说的就是田丹，我嫂子。好日子哪天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从三角地。他嘴真快，他这心里头都快乐开了花了，恨不得逮住炸鸡上的每一个人都说到处说。等过几天我做东，叫上金哥，我们先吃一桌席。干嘛还过几天呀？我这几天忙，在查新乐斯的案子，快了。哦，新乐斯是不是总华普的案子啊？报纸上已经登了。快查好了吧？已经撤到现场了。根本就是人没的，那些玻璃上来的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说你的，反正我们也听不懂。行了，那我走了。记得跟天根说，我已经来给嫂子请官了。快去忙吧。走了，我走。走啦。恭喜你啊，要结婚了。结了婚，就把以前的事都忘了吧。你听见了吧？巡捕房在查呢。巡捕房就是查案子的，查不到咱们这儿。是不是以后的行动都不叫我一起了？田丹，以后你就是长青药店的药剂师，不会再有什么行动。昨天晚上我和长青都谈了。你救过我们，你很聪明，但是你没经过专业训练，不碰到事儿没关系，稍有变故，你就是一颗炸弹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炸的。嫂子，可是你们答应过我，要帮我爸爸和妈妈报仇的。听我一句话。结婚过日子比报仇要紧。
下牌啊！哎呀，我的牌很大啊！来，你的，我看看。你这个牌还可以啊。你这个呢？我的，怎么是个十点？哎，不行，还不管了。啊，天哥，金哥在吗？啊，在在在。啊，我帮你去叫他啊。好的。哎呀，稀客稀客，天哥怎么自己来了？啊？哎呀，楼上坐，楼上坐。不用了，讲几句话就好，反正这里也没人。哎，是啊，今年九月份呢、啊，租界里的赌档都是晚上开，白天没人的。哎，今天上午我和铁林去了仙乐寺了。哦，刚才小白脸跑过来说了。哎呦，天哥你辛苦了。铁林让我过来同你讲一声，人都已经撤走了、啊、你随时想要开都可以开的。哎呀，好好好。哎呦，这么大的事情啊，天哥，要是没有你和铁林的帮忙，仙乐寺就绝对不可能开起来的，说不定我还要吃官司呢。真的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还是铁林帮了忙、哎、要是你不开口，他是不会点头的，这个我心里面清爽得很。对了，青哥，我有一些难事，实在是没有别人可托，我想看看你能不能帮个忙。哎，无惧，天哥你吩咐，啥事啊？还是总部房那批药的事。哦，就是聚在总部房仓库的那批药，能不能把它弄出来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不不不不不，这什么话呀，天哥，您明明说过的话当初没说，那不是骂我耳朵聋了？不过这件事情可能需要铁林的帮助。青哥，我想还是你想想办法，这件事情我都没有同铁林讲的。哦，喂，我晓得这批药不是天哥自己要的啊。我来想办法，没有办法也想出办法来。谢谢金哥。哎呀，自己人客气什么？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天哥哪里去啊？我去一趟维尔蒙路，约好了田丹一起去修表。哎，金哥，开车子送一下天哥。不用了，我走几步就好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哎呀，维尔蒙路好远的，还要坐电车，反正金刚一身的力气也没地方用。我正好拿两双鞋子去上上油。哥，把皮鞋先送到店里好不好？哎，反正顺路的。好。哎，我自己有双皮鞋也要上油的，你千万不要同金哥讲。你和金哥都蛮讲究的。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下面兄弟的皮鞋都是三三两。那我跟金哥也不好不讲究的。上一次油要多久了？你放心好了，车子停在那边不用等的。啊，那个鞋子要两三天才好拿的，现在有身份的人鞋子不止一双，轮流穿的。就不管什么是晨光啊，那皮鞋啊都是油光色亮的。这双鞋是你的？啊，是我新买的。新鞋子第一次上油那是很要紧的。啊，天哥，前面就到了，你要不要在车里等啊？哎呦，金哥来了。好好好好，三双啊。好，这两双是我哥的，这双是我的。就这样，三双算两双的钱。哎呦，头寸啊。哎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这双你要给我擦亮的。金哥，我哪一次不让你满意了？对吧对吧。简单，来了。怎么从后门来了？还以为从前面来呢。等我拿东西去。好啊。嫂子。方太太。徐先生。哎。徐先生来接简单啊。是的。听说你们俩要定日子结婚了。是的。徐先生哪那么好的福气啊？简单又聪明又漂亮的。我也不知道的。哎，
记得请我们喝喜酒啊。一定的。走吧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方太太再会啊。走在一起看着都般配。嫂子，走吧。等一下。嗯。什么呀？菜场一颗算盘珠子，放在口袋里，放菜掉了。一颗算盘珠子你还要呀？明天抄回去还可以用的。把包给我吧。还能是谁啊？当然是铁林同我讲的啦。他倒是积极。是你积极，见谁都讲。我就同铁林一个人讲的，现在倒好，谁都知道。不好呀？想不好的样子吧。哎，嗯，想想结婚前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？日子还没有定下来呢，都要听我妈的。我是说你自己呀，要买结婚戒指的，去和我爸爸妈妈讲一声吧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他们还不知道呢。田丹的背影看起来柔软羸弱，却有一颗心思缜密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心。一年前广慈医院的意外，徐天好不容易帮他瞒过去，以为那只是一次冲动，之后会平复下来小心过日子。原来他仇恨的火从没熄灭，徐天真想上前把话挑明，告诉他这样做下去的危险，让他停止，但是他不能挑明。廖孝林死的那天，田丹在家，动手的是方长青夫妇。徐天熟悉类似的机构，从方太太刚才的举止大致可以推测，长青药店是国军方面的一个机构，田丹卷进去了，他贡献了善于安排意外的特长，而方长青夫妇负责行动。徐天明白，即使问了田丹也不会承认。连贯之前的一系列迹象，方长青夫妇和田丹已达成守口如瓶的默契。从他们讲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我也要讲吗？不同我爸妈说一声就要娶我呀？要讲的。去吧，我也不听的。仙乐司的杀局布置精巧，瞒不过许天。现在他的手在大衣口袋里，轻轻捏那块胶皮，便知道是从一只皮鞋底部掏出的，鞋底空出来的部位正好沾入铁林捡走的那枚金刚钻头，而另一只鞋底用来沾许天左边口袋里的半把剃刀。金刚钻划玻璃，剃刀用来割电线，现场做这两件事不需弯腰，踩在脚下还便于用力。徐天明白自己现在是田丹的依赖，同府里是他今后的家，既然之前广慈医院那个意外都弥补过去了，何妨再弥补下一个，甚至再下一个，那是他深爱的女人，更何况葬在土里的本应该是徐天。田鲁宁让徐天多了一年孝敬母亲，多了一年与田丹相处，一切都值了。一年前不敢面对，
我今天向你保证，即使我再赔上十次性命，也要保证天丹一生平安。 好了，我是过来帮忙的。这几天我可不是你们卖蓝的人了。铁公子不管成什么样子，那都是我们卖蓝的人，对不对？就是。那不一定。我只管说，事情还是要你们去做的。事情我们做，最后功劳还是归铁公子。哎，是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都看好了，第一，记。 上街去找人问清楚，这上面抹的胶到底是什么胶？第二，玻璃上那些划痕看到了吧？到玻璃店找个老师傅，看看这些划痕是不是这只金刚钻头划出来的。把租界里所有卖金刚钻头的店铺都查一遍，在老廖死之前一个星期有谁买过金刚钻头，然后写到一张纸头上交给我。 不是，铁公子，这种查法要把兄弟们的腿给累断的。好多家呀！是啊，你们的总捕头死了，为了查出他死的真相，跑断你们的腿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对啊，应该的，铁公子，这样查有用吗？是，听着，进，所有的事情。 只要它发生了，就一定会有一些迹象。如果这个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那这些迹象就不会有人去掩盖的。你们顺着这些迹象啊，就能够查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。顺着这条平行顺流而下，就是犯罪；逆流而上，就是真相。记下来了吧？啊，记下来，记下来，一定要记下来。啊，雷总。 铁公子，验尸报告出来了。验尸报告？啊，谁的验尸报告？廖总的。体内有少量的麻痹抑制类药物，疑似是纯胺酮。老廖的身体里面有麻醉类的药物。嗯啊，去查案子吧。好，啊，快查案子，分头行动，快。 你看看，最近的日子啊是12月初二，一嫁娶祈福，往后就是23啦、28啦，那都是好日子。哎，正月11倒是个好日子。哎呦，这个日子好的嘞！啊，嫁娶，出行纳财，祈福样样都好。那就正月11吧。不可以的，八字不合，要的把田小姐的八字拿去再重新算过的。那到底要定哪天啊？ 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要把田小姐的八字拿给我，我去城隍庙重新算过。你走也不让我走，在这里同我讲又定不下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让田小姐先走，留下了要听我说话的吗？对吧？哎，你上楼做什么？你还没办事呢，就这么随便呢？ 你家没在，好吧？
你在楼上做啥啦？你上来做什么呀？我怎么不能上来？我在上面看看，等到过些天之后，我们是搬到上面来住，还是仍旧做书房？那当然是田小姐搬下去住了。你想想啊，这楼上冬天冷死了，夏天热死了，哎呦，是不能住人的了。租房子的时候，你讲冬天阳光充足，夏天有过堂风。咦，你跟我抬杠是吧？哎呀，你走下楼了，我上班去了。说你这个手指头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还包着？拆开看看嘛。嗯，过些天要到医院去换药的。哎呦，你破点皮还要上什么医院呢？那我讲错了好啊。过些天我去田丹的药店，他帮我消毒换药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不耐烦啊。这样，等田小姐回来啊，你晚上要个八字给我。哎，我跟她要，我怕她多想，对吧？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马师傅。马师傅哟，徐先生来了，剃头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不剃头，跟你讨样东西。哎呀，我这里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？就是他，前几天我叫田小姐过来买过一把，找不到。对对对，田小姐是花了2块钱在我这里买了一把剃刀。你拿剃刀有什么用啊？我菜场里用，我跟你讨一把，省得我到街面上再去买了。徐先生啊，我看还是你回家好好找一找，要么干脆再买一把。敢小气，那你帮我想想，他哪天来买的？想到了日子我好找。哎呦，这个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呀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就是报纸上登廖孝林死的头几天。哎，徐先生，不要想这么多了，反正没有几个钱，要不你再买一把啊？找不到再说。哎哎，徐先生，徐先生，我最近跟了长谷有几天了，他老是频繁的外出，身边就带了一个人。我要是现在动手的话，也倒是容易。沙场谷上面可不知道。我不管，就是要给严父报仇，也给田丹报仇。我是说上头不知道，咱们不能出了岔子。我知道，我会小心的。哎，我还是想用田丹的办法。意外。就是跟着几天，一直摸不清长谷的行动规律。你说他连个固定的地儿没有，田丹就能想出办法。他的脑子跟咱们不一样。不能让他再做了。我知道。是为他好。田丹要跟徐先生结婚了。真的？你说这徐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自从上次田丹这么一说。我现在看他还真感觉跟一般人不太一样。七成是共产党，三成跟日本人有关系。真的？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宁可小心一点啊。还有麦兰普房他查廖秀玲的案子了。查吧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事情过去那么久了，再说了，人死没见血，又没动刀动枪的，怕什么？就算是查，也查不到咱们这儿。所以我跟你说呀，还是田丹的办法管用。唐天哥，嫂子，田丹来了。哎，这么早？不算早了啊。田丹。嗯。听说你要结婚了。日子还没定呢。要不要给你放几天假啊？不用了，到时候再请假吧。反正现在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。田丹，把
前面的门打开吧，我这就过来。好嘞。挑一个重新开张的黄道吉日，啊，找几个道士来，赶赶这里的晦气。是，我去办。哎，铁林和徐先生到这里来说什么了？啊，没说什么，就楼上楼下看了一下，然后就让我们把现场清理干净了。全靠徐先生，他来铁林才来的。靠徐先生？哦，不，靠铁公子，今夜自家兄弟。靠我自己。谁都不是省油的灯啊！我的场子只有我自己想办法来上心。我们跟着金爷都有福享。当然了，也要靠柳小姐啊！要不是她，铁林哪能第二天就来了？柳小姐也是我们仙乐寺的股东老板，晓得吧？金爷说过。但没有什么事情，先出去。去吧。我去化妆间。哎。铜铁铃出的怎么样啊？舒服吗？舒服。说什么了？跟我说说。我说我喜欢他。这么直接啊？他跟我说话都不绕弯子，不像你。他怎么说？他当然也喜欢我。我们俩能不能好上，就看我的造化了。烂货！你他妈的不许再骂我！挣我的钱，在我的厂子混，还不准我骂你啊？这厂子我也有股份，我赚我自己的钱。我给你的。我也可以拿回来，简单的很。不用你拿回去，那显得金哥多不仗义啊！啊，我还给你。再说一遍，就这一遍，我当作没有听到啊！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他妈贱货！把铁链借给你用用，你还当真了啊？我们是一伙的，我们是同一类人呢，晓得吧？他妈的，哪一天老子把生意做到租界外面去，用不上这里的人了，迟早把你拉到被窝里面去睡。哼，孙桑，你知道我做得出来的。你做得出，但是你就不怕铁链杀了你？到这个程度了？告诉你啊，他是我兄弟，我了解得很，好面子讲义气。真到那个时候，他要杀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哎，哼，可能不会，他会打落牙齿吞下去，跑到这里来叫一声嫂子。柳如斯，啊，去回家里来呀、啊！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商量？你什么话听过我的？哎，这个事情是要听听你的呀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我娶回家的媳妇儿是你的儿媳妇儿，将来是要伺候你的呀。我怕的就是这个，真的娶回家里来，将来伺候人的不一定是他，会是我。人家会烧饭，会烧菜，身边还带着一个会洗衣服、什么都会干的萍萍，将来，您老人家吃完了花生米啊，台子不用收拾，喝完了茶水有人泡，什么都有人服侍伺候，多好啊！那以后老铁家真成了大户人家了，还有女佣，都是吃软饭的。能讲话不要那么难听好不好？什么叫吃软饭的？我现在是跟你商量，就算你答应了，我也还要再去跟人家商量。
人家可能还不一定要我呢，我告诉你。说得好，我要是柳如是啊，我也不愿意。为什么呀？唱唱歌呀，跳跳舞啊，擦擦胭脂，抹抹粉，多么适宜的日子啊！非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伺候一个腿脚还不灵光的老头子啊！老铁，你今天跟我讲一句实话，你是不是瞧不起人家？我讲的就是实话。这样的时候要是再讲假话就没意思了啊！哎，你爹我啊，在上海滩跑江湖跑了几十年了，我不会瞧不起女人的。那我有数。你有数了，我还没数呢。老嫂，铁巡捕来了，小天丹。他人呢？在后面做事呢，我去叫他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来呢是想问一问，这个药你们这儿有吗？这个药我们可没有存货。你要是要的话，我就进几支。不过要医生的处方才好配。租界的药房都能买到这种药吗？基本上都有的。医院临床都在用。怎么用啊？稀释、口服。铁林，哎，嫂子，怎么又来了？我来给你请安嘛，每日一请啊。闲的没事做呀？还真是，我被停职了，不用上班。真是来这里请安的？我来问点案子的事情。方嫂，您告诉我吧。我就说嘛。方嫂，这种药吃完了之后什么症状啊？什么药呀？哦，麻痹，抑制中枢神经。简单一点说，吃完了之后是会兴奋，还是会动不了？就是行动迟缓一些吧。谢谢。嫂子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老板，两只金刚钻，一把老虎钳。啊，等一下。
田公子，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，在廖总出事之前的一个星期，整个租界呢一共卖出去了167只划玻璃的金刚钻。这么多？啊，有两家，一家呢一下子买了30只，一家一下子买了67只。这两家的通通的运到了南京，剩下的嘛都是一只两只的。那个钻头上粘的胶是什么胶？我派马杆去查过了，他说是邪胶。邪胶？邪胶。把指头上这些人家啊都分开抄下来，然后一家一家的去查，拿得出来金刚钻头的，拿不出来通通都给我带回去无妨。啊，田公子，这一口气也不喘啊。哟，再这样跑下去的话，兄弟们的脚都要磨穿了呀。鞋底都磨薄了，把鞋底都给我抬起来，抬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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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鞋底磨薄了，哪个磨薄了？我看看。田公子，你看我这双是真的要磨穿了呀，你看看吧。大头这个确实是磨薄了一点，你看吧，但是也没到磨穿的地步吧。我的意思是啊，这段时间兄弟们很辛苦，不如给他们派一些加班费。如果铁公子你没有意见的话，我大头就做主，给他们派一点加班费。哎，想知道金刚钻是怎么划破罗网的吧？金刚钻啊，对于做局的人来说，最难的是不知道老廖哪天会去仙乐寺。他要做的是意外，他一定要等到老廖进到仙乐寺大门之后，他才可以开始做这个局。是啊，所以做局的人想到了把金刚钻头放在鞋底里挖出来的一个洞里，用鞋胶把洞口封好，然后用脚在玻璃上划呀划呀，既省力又没有人知道。啊，多聪明。哎，聪明。我说的是做局的人聪明。老廖也是该死，如果他不是自己平时非要摆那么大的派头，每次去仙乐寺都要坐固定的椅子，他也就死不了了。查金刚钻拿不出来的通通都给带回来。我动脑子你们去跑腿，服不服？服。走。酒精盒差不多带了吗？手里拿的什么？你知道我今天去看什么了吗？不知道。戒指。算了吧，挺贵的。其实戴不戴是一样的。不一样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手上就戴了一枚戒指。你眼真尖。后来不是不戴了，所以要换一枚新的戴上。得多少钱啊？钱不要你管，应该我买的。李林，来来来，上车上车。我的车。怎么还是不肯坐我的车啊？啊，我是混码头的，可是你现在也已经不是巡捕了。去哪里啊？现场撤掉了，找个地方喝喝酒啊。喝酒不去了，人喝又多了。就我们两个，同你说说柳如是的事情。他三元不去啊？小乐会，马路边上坐坐。来来来，先开吧，骑车跟着。港都。这么个地方，牛肉不错。哎，底下的小弟在附近开的档子，小到我来了，专门送过来的。金哥现在在上海滩是一只顶了啊。上海滩不敢讲，租界里面好说话。不要欺行霸市才好啊。不是那种人吗？这么说好了，混江湖的靠的是啥子啊？什么义气？凡是弄小的我，
哥，铁公子来了，上菜来，来上来。不能讲了，不要搞这么大排场。哎呦，买了嘎许多啊！哎呦，好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就这几个，还有，哎，其他的你们自己拿去吃。小姐，60块。60块。60块。新的都好买两只了。是啊，侬迭只金表啦，是老高级的了，全上海也没几只，就是发条有点坏的，其他店没办法修的。那60块也太贵了。这个发条是从瑞士进口的，一共只进了5根，别人啊是不会修的，别的店的修都拿到这里来的。30吧。哎呀，这发条是从瑞士进口的，飞机运过来的。35块不就算了？50块。35块最多了。46块。那发条多少钱买的呀？8块。哎呀，先生，不能这么算呐。